以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2024战略传播论坛开幕，近200名中外嘉宾齐聚福州，我们诚邀您来大美崇仁，赏美景，吃美食，考察投资，在这里开启一场美妙的旅程。我们这里生态资源丰富，有雄伟奇特的道教圣地象山和赣东小庐山罗山，有美似小三峡的神龙湖，可谓山水间处处是美景，更有被誉为中国舞蹈活化石的喧哗古挪跳八仙和民间艺术瑰宝象山板凳龙、台州扭扭龙等。我们极具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崇仁麻鸡是江西四大名鸡之一，肉嫩鲜美，是滋补佳品。我们工业起步时间较早，特别是机电制造产业得到长足发展，实现了从制造到制造的华丽转变。来崇仁有道理，我在大美崇仁等你。